该怎么说呢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视角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摄像头在我头顶，这样子照下来就会显得我头大、胸小。但是摄像头如果放在这里呢，就不一样了，胸大头小。哎，但是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，不放在这里呢？对吧？因为摄像头放在这里的话，我的脸就会非常的畸形，好吗？这种放下来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头大，呸，头小胸大了，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。这个视角欺骗了你的眼睛，好吗？嘘，哎，不要在意四大视角，真的是，你又摸不到，放不放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像放的大了，你能摸到一样，你不也摸不到吗？快闭嘴吧，弟弟。带摄像头，搬家只拿了一个，来没拿两个。标题的意思是宝宝的直播间。标题的意思是宝宝的直播间。谢谢小舔狗，应有尽有。我怎么没有一个呢？我去把窗户关一下，我没关窗户，外面那吵。跟你说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我跟你说，这真的不是什么打哈欠，真的不是困不困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打哈欠是。看见这个叫做学渣的本能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这种不爱上学的，我们一上学就会打哈欠，你知道吧？就是，哎，不想上课就这种，然后呢，一下课就会倍儿精神，就跟直播一样，一直播会打哈欠，但是一下播就倍儿精神，困吧也不困，就是会想打哈欠，好吧？这是学渣的本能，可能在座的学霸们不懂，毕竟大家都是要上清华北大的。你们可能不懂我这种困惑，好吧？这种本能你们可能没有，好吧？毕竟在座的各位，大家都是要上清华北大的。别说话了，空调用这个买吧。谢谢影帝。
变成你是一颗小虎牙。就算被人念他了，但我看着还好。7年，你在说啥呢？好像我年纪很大了一样，给我爸爸你。给我爸。我才19岁，你在乱说什么？你在放什么五香麻辣片？我才19岁，好吗？
这个是系统匹配的，嫌疑人干净，可以等会再送，可以等会 PK 的时候再送。每次看这开始就感觉你是榜一。
吃一堆童男童女，今天的还没吃呢，因为直播间好像没有童男。是什么口腔音？就是听了之后，你就想好好读书，放下手机，立地成佛的一个声音。然后就是为了让你就多看会手机呢，所以这个声音就不让播，对，怕你听完之后就放下手机去读书去了。这个就是有飞机在你脑袋里飞的声音。
说是野生，谢谢隔壁战士，谢谢就谢。做卧蚕。
是的。纯属意外。你是说那个订阅多了呀？我说怎么突然间大家开始点订阅呢？我都没注意。好无聊啊，你们。
看一下我清楚一点。上电视那个女士的声音呢，就是一个神秘音频，然后是就是虎牙就是不能放的一个声音带，可以扯一下，一毛钱拨一拨。色相了，其实谢谢猪佩奇。这样一说就太过分了，有点也大可不必。
送吧。换个标题。先计算单据。
很听的声音。
谢谢小天。微信有吗？班叔加微信的有吗？哥哥，喂，没有，等会再问一遍。还有糊涂的老板吗？谢谢木夏。
说几遍了，说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遍了，无聊吗？我愿意给虎牙当工具人，可以了吗？啪，给我啪啪啪！我就喜欢当工具人。建议你不要随便给人建议，我没生气啊，我只是看到有人把一句话发无数遍，我就会觉得很烦躁。上一上电视啊！我十二点任务快过完了，有没有？告辞干下去，这就是男人吗？
先私信你一下。但是100块钱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有点亏。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想给我送礼物的话，那倒是无所谓的。马上就要12点了，这个任务还差7本6本。看完这么多，你还不一定能抽得到呢，我的哥。绿色的声音，绿色的声音是我们家一个亲戚的声音。我们家是火星的，那个亲戚她是火星最美的，她是星姐，知道吧？火星最美的姐就是星姐，就是她的声音，好吧？是谁的声音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星姐的声音，是吧？就是火星最美的姐。
就差这么一点。
神仙，这是什么神仙？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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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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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把微信发你一下，哇，谢谢飞。是毛衣吗？可以的。哎，不要提我昨天，提我昨天装扮我就很烦。提我昨天装扮我就很烦。昨天有条弹幕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别的妹妹 cos 都是萌妹和御姐，宝宝 cos 了一个野人。代入感很强，我已经开始想熬夜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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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熬夜了。气得我自拍都不想发，生气。cos 野人很成功。
你可以坐好或者躺好，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姿势，然后呢，那我就要开始对你为所欲为了。找到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。轻轻的，宝贝。正常的我下播了再发，正常的我下播了再发。
说话了，谢谢，谢谢送给我的小哥哥们。小姐姐，小姐姐你真漂亮，我想和你处对象，想要把你放心上，不行，谢谢名字。谢谢小姐姐。送了一个告白气球，谢谢名字。哎呀，故乡的百合花又开。都炒完粉了吗？24号出发，今天不早。
岁了还没出。默默，你那回高考考了多少分？你在新疆，你应该五官很立体才对啊！你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说你长得不好看？哇，谢谢名字的守护。名字守护者之盾，谢谢小姐姐。姐姐的腿不是腿，酸奶和白的春水。姐姐的腰不是腰，多米三郎的豌豆。姐姐的背不是背，保加利亚的玫瑰。不想努力了，这个富婆是我的，你赶紧往后稍一稍，你往后稍一稍。